亲爱阿姑，老早伫清早的时，未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是受伊无限的祝福甲引带。未通起床是上帝的恩典，未通祈祷嘛是上帝的恩典，未通读圣经是上帝的恩典，未通写批嘛是上帝的恩典。我的心思意念，拢伫受上帝保守的内底，这嘛是上帝的恩典。伫咱心中黑暗的时，伊保守引带，嘛保守伊的脚步，这嘛是恩典。所以，我要学了伊的慈爱到永远，我要感谢伊到代代。我要跟随伊到迄日，天气渐渐变热，求主保守恁健康平安。